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又是我 DSE 数学廖文啦。咁啊，继续嚟到我哋嘅求 Level Two 网上测验嘅第二关。咁今日咧就会测试下大家因式分解呢一课书嘅。咁啊，如果有同学未睇过呢个 channel 或者未睇过呢个系列嘅话咧，咁我都简单介绍几句啦。咁啊，其实咧就系喺我 channel 里边咧有100集嘅求 Level Two 攻略嘅影片嘅，就系课一啲系好想喺 DSE 数学科里边攞个合格嘅同学仔去睇翻嘅。咁啊，如果有兴趣睇翻嘅同学仔咧，可以喺我呢段片嘅 description 里边咧揾翻就系唔同嘅播放清单，我系根据唔同嘅课题咧去整咗唔同嘅 playlist 噶啦，咁你可以揿翻入去咧，拣翻自己唔太熟嘅课题去睇翻啦。好啦，咁呢个系列嘅影片系做啲乜嘢呢？就系、是对应翻就系、是因式分解嗰一个攻略系列嘅影片咧。咁啊，当你睇好晒啦，啊温好晒书啦，啊即系都识晒所有技巧之后咧，就可以睇埋呢一段片咧，去测试翻自己嘅水平咧，究竟系喺公开试里边咧，系能唔能够攞到个 level two 嘅成绩嘅。好啦，咁今日嘅测试咧就系、是主要系 focus 喺因式分解呢课书度嘅。咁啊，第一次睇呢个系列嘅同学仔咧，咁啊记得有几样嘢注意啦。就是你繼續睇落去之前咧，就準備定紙筆計數機喺隔離啦。第二咧就係呢段片咧，你係唔需要撳停去做嘅，亦都唔好咁做，因為咧我係預鬆咗時間俾大家嘅，係啦，因為始終即係睇得呢段片嘅同學仔好多都係想啊，淨係攞個合格就算啦，係啦咁樣嘅，咁啊並非一啲求高分嘅同學仔啦，即係坦白咁講啦，係啦，咁所以咧就係我已經預鬆咗時間俾大家嘅，咁所以咧就唔好撳停呢段片，哇！我俾多十分鐘自己再計下先，好冇咧咁樣，因為如果再俾多啲時間嘅話，对应你到时公开试的时间限制呢，你有机会是做不切的。譬如说只剩第一条，其实用三分钟去拿这三分，其实是已经是即係有找添㗎啦，正常應該係，咁所以咧唔應該係再俾自己多啲時間，盡量咧即係努力啲，係啦，睇下自己可唔可以限時之內咧搞掂咗佢，係啦，咁陣間咧就呢段片咧你有得去播得㗎啦，咁啊計時咧我直頭會喺段片裏邊計埋時添嘅，係啦，咁啊除非係因為 YouTube 彈咗啲廣告啊，而你冇買到 YouTube Premium 啦，我都冇，係啦，咁唉死啦，我會唔會俾人黃標啊？你講係啦，你賭我咪係啦，叫人哋唔好申請 YouTube Premium 係啦 ，OK 真系会唔会俾人黄标咧？系嘛，咁啊有佢啦。咁所以咧就如果黄标咗，我就 delete 咗段片再 upload 过，系啦，我就 cut 咗呢一句再 upload 过。OK，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啦，你唔需要揿停佢嘅，除非去播广告，咁你先揿停咁样啦，即系揿走个广告咁样啦。系啦，咁如果唔系咧，你一路有段片播，继续做落去就可以啦。好啦，咁讲咗两分钟嘅开场白之后咧，咁我哋正式开始啦。好，咁啊第一题，会计时三分钟俾大家嘅，系啦，咁啊 zoom 近少少睇清楚题目啦。OK， 好，咁啊，准备开始啦。
OK， 好啦，咁啊时间够啦，咁啊三分钟其实应该系都算充裕嘅个时间啦。咁啊最好咧就系睇咗嗰个求你 Photo 攻略嘅影片咧，或者温好晒书先即系做咧就会好啲啦。好，咁我哋即刻嚟个题解先。好啦，首先第一条 A part 呢一个位置，好啦，嗱佢个样咧摆明就唔系抽公因子噶啦，因为咧呢个有 X， 呢个有 Y， 咁呢个有 X 有 Y 啦。但你揾唔到一样嘢咧，系三嚿嘢都有可以一起抽出嚟噶嘛？好啦，咁第二个方法咧，做紧式分解嘅就系拼项噶啦。咁但系佢个样亦都系极度唔似拼项噶，即系冇乜可能系叫你两个两个一组咁样拼埋去嘅，系啦。好啦，咁第三咧就系用恒等式去做数啦。咁佢个样咧其实系有少少似恒等式嘅。咁佢似边一条恒等式呢？就系似呢一条。a square 减二 ab 再加 b square 嘅呢一条，嗱个样系有少少似嘅，我攞近多啲啲先啊，系啦，嗱个样系有少少似呢个恒等式嘅，但系你睇真啲咧，发觉唔系好对路嘅。第一呢、這个位咧，本身嗰条公式 suppose 应该系加嚟噶嘛，咁佢而家系减啦。咁第二咧就系、是、你谂爆头都唔会谂到咧，究竟五系乜嘢嘅二次方嘅，除咗根五之外啦，系咪？咁所以咧就唔应该用恒等式啊，因为呢两个数咧五同八都唔系一啲完全平方数啊，咁所以咧。头三招嘅因式分解我哋都做唔到嘅时候呢，我哋就唯有用第四招啦。咁第四招系啲乜嘢呢？就系揿机，亦即系我哋嘅十字相乘法。OK， 好啦，咁我哋揿一揿机咯噃吓。好，咁呢度呢就叫做八啦，跟住呢就系负六啦，跟住呢就系负五啦。OK， 好啦，咁揿到呢嗰个数叫做 1.25， 我哋 mark 低先。好啦 ,1.25 呢唔係咁好用嘅，我哋会将佢转做份数，亦即係呢将佢变成5/4啦。好啦，咁5/4点处理呢，阵间再讲，我哋揿埋另一个先。另一个呢叫做-0.5 嘅。-0.5我哋有 mark 低先，其实即係-2/1啦，因为小数好似都唔係太好用嘅啫。好啦，咁即係话呢而家一个系1/4，一个系-2/1。好啦，咁即係话个答案会系点呀？嗱，如果你揿到份数嘅话呢，咁你就譬如话呢一个叫做4/5，咁你就自己喺草稿嗰度咧 mark 低 x 等于4/5，咁跟住咧你将个四乘过去就变4x 啦，将个五减埋过去就叫做4x-5咧系会等于0嘅，所以咧呢、这个题目咧因式分解咗之后咧，其中一个数咧一个项目咧就会系4x-5咁样啦 ，OK。好啦，咁但系唔好忘记，因为呢条数咧后边系有 y 呢个英文字噶嘛，所以咧你都记得要喺后边咧补翻个 y 俾佢，咁样先至会啱噶吓。好啦，咁另一边厢呢个-2/1又点处理呢？都系喺草稿嗰度自己做。好啦 ，x 等于翻-1/2嘅话，咁即系话将个二乘过去变做2x 啦，减一掉翻过嚟变做+1，所以咧就会系2x 再+1嘅。咁但係因为今次都系嗰句啦，后面有个 y 喺度，咁所以呢系+1y， 咁+1y 我哋就唔写个1啦，咁所以呢就系 2x+y， 咁呢个就系 A part 嘅答案㗎啦。咁啊唔多唔少嘅啫，通常都系俾一分嘅啫呢啲位啊，因为呢其实即系你知我知，其实都有得揿机㗎嘛，係啦，咁所以呢佢好难俾好多分你㗎，如果唔系你斋揿机呢就啊揿晒几分出嚟，咁就好唔抵㗎啦，会变咗。即系你就好抵啦，但系出卷嘅角度咧就好唔抵噶啦。好啦，咁讲翻呢度啦。嗱 B part 啊，好啦，嗱 B part 咧，其实做因式分解嘅 B part 咧，最紧要就系望住个 A part 去做，望下 A part 有冇啲系好似样嘅东西咧，可以代入去个 B part 里边嘅。好啦，嗱，而家我哋观察下呢条题目啦。嗱，我移翻正少少个 cam 先啊。OK， 好，嗱，我哋观察下少少个题目啦，就系、是、嗱，而家咧。B part 有冇边个部分系同 A part 好似样呢？系有嘅，系有嘅。呢三嚿嘢呢，其实同 A part 系好似样嘅嘛，系啦。咁但系可能你会话啦，哇，哇，好多嘢唔啱，似啫，但系唔啱，因为第一个次序系倒转咗啦。嗱，次序倒转唔紧要，可以自己排翻啱嘅，因为呢啲全部都系加减数嘅啫。咁所以咧，边个加先，边个减先，其实系冇所谓噶嘛，系啦。咁所以咧，嗱呢啲咧次序唔啱系小事嚟嘅，咁我哋自己排翻啱先。所以 B part 咧，嗱，首先我哋抄一抄题目先啦。好啦，咁 ending 呢就係因为要做到同 A part 似样啦嘛，所以呢我哋就要自己去更正返嗰啲顺序先。咁呢 A part 就係个8摆第一 ,6 摆第二 ,5 摆第三嘅，我哋自己排返先。好，-8x2 次加6个 xy, 再加5个 y2 次
咁當然後面呢兩嚿嘢咧就唔關事嘅，咁我哋就唔喐佢住，咁啊就 2x 加 y 照抄咗先啦。好啦，咁跟住點樣做呢？嗱呢度，嗱我哋而家幾乎係做到同 a part 一模一樣咁滯噶啦，咁但係仲有最後一樣嘢唔同，就係呢三嚿嘢咧睇落好似 a part 嘅呢三嚿嘢咧。个正负号同 a part 系相反咗噶，譬如话呢个系正八，呢度系负八，呢度系负六，呢度系正六，咁啊完全系相反晒嘅啲正负号，所以我哋要再做多一样嘢咧，先至可以利用个 a part 嘅结果去做数，就系喺呢三嚿嘢里面抽个负号出嚟。咁當然啦，後面嗰兩嚿嘢都係唔理佢㗎啦，係啦，即係一路由佢擺喺度得㗎啦。好啦，千辛萬苦終於做到呢一個部分呢係同 A part 一模一樣㗎啦。咁我哋呢就可以直接將 A part 嘅結果呢去放入去呢度。到時考試唔好畫呢啲箭嘴呀，係啦，即係我解卷就咁做㗎啫。好啦，咁所以呢就係負，跟住呢直接將 A part 嘅結果呢代入去㗎啦。嗱，咁做因式分解有個好處嘅就係你只需要記得將上面嗰部分嘅答案代入去 B part 度呢，咁呢個就算个答案系错咗咧，但系佢个动作都系要俾分你嘅，要俾个 M 分你嘅。换言之，即系话就算你 A part 嗰个答案系错都好啦，咁你 B part 咧识得做到旧嘢同 A part 一模一样，跟住代翻 A part 结果落去咧，咁呢一步都系要俾分你嘅。OK， 好啦，咁跟住就再加 2x 就再加 y 啦。好啦，去到呢度咧，不妨咧括一括喺后边嗰两嚿嘢。你将 2x 加 y 当做一个整体咁样去看待，系一嚿嘢嚟嘅。咁而家你就望一望个题目，呢度有 2x 加 y 呢嚿嘢，呢度又有 2x 加 y 呢嚿嘢。咁我可以当系一嚿嘢咁样再抽公因子抽出嚟咯，系啦。所以咧就会将 2x 加 y 咧就再抽出外边。好啦，咁抽完之后咧就会剩翻负 4x 减5啦，再加一。好，呢度 O 唔 OK？系啦，咁啊，当佢一嚿嘢咁样抽嘅啫。好啦，咁其实都差唔多做完噶啦，不过咧叫做执靓仔少少啦，系啦，等佢俾分咧就俾得啊，即系轻松啲啦，个样靓仔少少啦。好啦，咁我哋咧会将呢个正一咧摆最头啦，通常正数嘅行头啦，系咪？跟住减四 x 再加五 y 嘅，我抄漏咗个 y， 系啦。好啦，减四 x 咧再加五 y 咁样嘅，咁啊，相对有个括号嚟讲咧就靓仔少少啦，咁样嘅。好，咁最后咧，如果你啱到嚟呢度咧。咁恭喜你啦，三分攞晒嘅。OK， 好就系咁啦。好，咁跟住咧，我事不宜迟啦，我哋即刻开始第二题嘅题目啦。好，呢一度，好时限都系三分钟，同样地，其实都系俾多噶啦，系啦，咁啊尽力而为啦吓。OK， 开始。
好，咁啊够钟啦，嗱，我哋一齐再睇一睇呢个第二题嘅玩法系做紧啲乜嘢啊？好，嗱，咁呢一度咧就系考紧一个三画嘅等于啦。咁三画嘅等于咧，其实叫做恒等式嘅。好啦，恒等嘅意思咧，即系话两边嘅系数要一样。咁所以咧，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爆铲晒呢两边先，咁啊容易啲睇到嘅系数。好啦，咁首先咧就系右方啦。好啦，右方就会系 x 加五嘅二次，咁呢个超简单啦，因为呢个 exactly 就系恒等式个样，就系 x 二次再加十 x 再加25噶嘛。OK， 好啦，咁跟住到左手边啦，我哋写低个左方。等于翻呢度咁样用嗰个乘法分配性质啦，即系交叉交叉咁样乘啦，就会系 x square 再加 ax 再减 x。再減 A 再減 B 㗎吓 ,ok, 好啦咁就爆散晒喇喎。好啦嗱咁跟住我哋逐对逐对嘅系数去观察一下先。呢度 X 二次嘅系数大家都系一啦，冇咩好比。好啦 ,X 嘅系数呢就系呢度右边呢就会系10啦，所以写低10。会等于左边嘅 X 嘅系数。咁左边 X 嘅系数会有啲乜嘢呢，就系有个 A 喺度啦，系咪？咁同埋呢唔好忘记喎，后面仲有个减 x， 所以係 a 减1呢先至係嗰个系数嚟嘅。好啦，咁即係话 a 减1等于 10,a 等于 11， 搞掂咗个 a 啦。咁但係佢问緊嘅係 b 啦，我哋继续做落去。好啦，到常数项啦，右边嘅常数项係 25。好啦，左边嘅常数项呢就係负 a 减 b， 记得要连埋正负㗎吓，小心啲。连埋个正负嘅话呢就係负 a 再减 b。但係呢头先我哋已经知道咗啦， a 呢係11嚟嘅。咁所以呢 ,25 等于返负11再减 b。OK， 咁掉返个负11过去变加11啦。咁即係话36等于负 b,b 等于返负36。所以呢答案自然就会係 a 啦。OK， 好啦，咁啊，以恒等式嘅题目嚟讲咧，呢题都唔算难噶啦，因为佢甚至乎佢冇考到你联立方程噶，咁所以咧真系算比较基础嘅题目啦，同学一定要掌握到嘅。好，咁我哋咧事不宜迟啦，即刻去第三题啊吓。好，咁亦都系一个因式分解嘅短题目啦，有三 part 嘅，三分钟搞掂佢啦。哎呀，揿错掣。好，开始。
好，今日够钟啦。嗱，我哋一齐睇一睇呢个四分嘅题目啫。系啊，唔系啫嘅，四分嘅题目都好多嘅。系啦，咁啊睇一睇呢个四分嘅题目。好啦，咁啊首先系 A part 啦。咁啊 A part 真系送分噶啦，呢个因为佢个样完全就系恒等式个样嚟嘅。咁而且就系冇任何嘅伏位喺度啦。系啦，佢甚至乎连抽公因子都冇叫你抽噶，直接就系只要你估到咧就系九 x 嘅二次咧，其实就系三 x 成嚿嘅二次啦。跟住减四廿九，而四廿九就会系七嘅二次啦。咁其实你 get 到呢一样嘢咧，就可以做到叫做三 x 加七啦，再乘以三 x 减七噶啦，系啦，咁啊搞掂噶咯，系啦，送分嘅呢、這个。好，咁跟住咧去到下边嘅 B part 啦。好啦，咁喺 B part 嗰度咧，咁佢就叫我哋因式分解呢三嚿嘢啦。咁我哋都照抄一抄题目先，六 x 二次 y 啦，再减五个 x y 啦。跟住再減21個 y 啦，係啦，就係咁啦。好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做因式分解咧，第一步一定係要考慮咗條數有冇得抽公因子先嘅。而呢一條數係有得抽公因子嘅，呢、這個三嚿嘢咧其實都係有 y 喺度嘅，所以我哋係可以抽個 y 出嚟嘅。抽個 y 出嚟變咗做六 x 二次啦，減五 x， 跟住再減21 ，OK。就系咁啦，好啦，咁抽完公因子之后咧，就唔好停，唔好喺呢个位收手，因为咧佢可能咧有得继续再因式分解落去嘅。好啦，咁呢一个位咧，因为佢系二次方行头，跟住有一次方嘅项，跟住有常数项呢个格式啦，所以咧其实我哋要揿一揿机去测试一下先嘅。好啦，我哋揿翻机嘅 formula 01，咁啊揿个六落去啦，跟住负五啦，跟住负21。诶、这个呢其实是靓数来的，因为你转做份数呢是一个靓仔的叫做7/3的数。好啦，跟住再按第二个呢就叫做-3/2的数。所以呢这一条数是应该继续因式分解下去的。咁头先第一条的时候都试过啦，就是如果你按到一个份数的话呢，咁自己在草稿嗰度写低 x 等于翻3/7。咁跟住你将个三乘过去就 3x 啦，将个七减埋过去就 3x 减7啦。所以呢第一个项目呢就叫做 3x 减7啦。好啦，咁第二个项目呢都系照做嘅啫，喺草稿度写低 x 等于返-3/2，将二乘过去变咗做 2x 啦，将减3掉过嚟变加3，所以呢第二个项目呢就叫做 2x 加3，搞掂。系啦，呢一个呢就系 B part 真正嘅答案啦。好啦，跟住去到 C part 啦。嗱 ，C part 嗰度咧，嗱，我哋即管抄抄题目先啦，比较多嘢啊。九 x 二次啦，减49，再加六 x 二次 y， 再减五 x y， 再减21 y。OK， 系啦，咁样啦。Ending 呢度咧，嗱，我哋最紧要都系揾翻有啲乜嘢咧系同 A part P B part 似样嘅。嗱，呢一个咧摆明就 A part 嚟噶啦。这个呢摆明就 B part 嚟嘅，系咪？系啦，咁佢甚至乎个样啊、正负所有嘢都冇改动到，呢、这个真系偏简单噶啦。其实，咁所以咧，你直接将 A part 同 B part 嘅答案咧代翻落去，咁就 OK 噶啦。咁呢一个咧代咗落去之后，就会系三 x 加七啦，乘以三 x 减七。呢一个咧系嚟自 A part 嘅，再加。后面呢个 B part 嚟噶嘛，咁啊将 B part 嘅答案摆翻入去啦。好啦，再加 y， 再乘翻三 x 减七，二 x 加三，系啦咁样啦。咁呢个咧就系嚟自于 B part 嘅。OK， 好啦，咁而家咧就将 A part 同 B part 嘅答案代咗落去啦。好啦，再望一望先，有冇嘢可以继续抽咧？系有嘅，呢两堆嘢里面咧，大家都有一个叫做三 x。减七嘅，所以咧我哋系可以抽埋个三 x 减七出外边啦。OK， 咁所以咧呢一度就会系抽埋嘅三 x 减七就摆出外边啦。好啦，咁跟住咧呢一嚿嘢就会剩翻个三 x 加七喺度嘅。哎呀，我唔应该删括号。系啦，就会剩翻个叫做三 x 加七喺度啦，跟住后面咧三 x 减七俾人抽咗出去啦，就会剩翻一个叫做 y 乘以二 x 加三嘅物体喺入边啦。好啦，咁跟住嗱，真系冇嘢做噶啦，不过咧我哋要爆散晒佢啦，即系靓仔啲啦个答案。好啦，咁所以咧就会系三 x 减七咧就摆头，跟住三 x 加七再加二 x y 再加三 y 咧。系啦，就会摆呢一个位啦。好啦，咁啊叫做咧去执一执个顺序嘅啫。
3x 减7继续摆头啦。好啦，咁跟住呢一度啊 ，2xy 啦，再加 3x， 再加 3y 啦，再加7咧，咁样去做嘅，系啦。咁呢个咧就会系 C part 嘅答案啦。去到最后呢两步其实冇乜点做嘢，包括号嘅啫，系啦。最紧要就系你见到咧啊，大家都有嗰部分咧，即系你可以当 3x 减7系一个整体咁样咧，再抽出外边，咁嗰一步先系最紧要嘅。